这段影片中，我们将教您如何在 Lily 2智慧手表上开始一个活动并更改表面。您可以在 Garmin Connect App 或手表上自定可用的活动。首先，打开主选单并选择活动，滑动选项并选择您想开始的活动。您也可以将 Lily 2智慧手表连接至相容的智慧型手机 GPS， 精准追踪您在户外散步、跑步或骑车中的距离和速度。接着，只需清触荧幕上的开始图示来启动您的活动。GPS 定位完成后，选择开始。要停止活动，请长按手表底部的按键。停止活动后，您将看到活动数据摘要。您可以选择舍弃活动或储存它。一旦储存，活动数据将同步至 Garmin Connect App， 供您查看。如果您想改变手表的表面外观，请按下主选单按键，然后滑动并选择表面。滚动查看不同的选项。当您找到想要的设计时，清触它，表面就会更新。就是这样。现在您已更了解如何使用您的 Garmin Lily 2智慧手表。